抽烟了。什么东西？滚！你不知道吗？他抽烟了。啊，双臂抽烟了，真的。哎呀，什么东西 ？Oh my god！ 我不知道哎，是不是？妈的，跟陈总联系一下。我叫他。叮叮叮！他叫我们一起抽。要一支吗？我不要。小哥哥。哎呦，昨天哎呦，我给你看到了。哇，老板，你当真的？难听我真是。对，难听我。好了，包。这个就叫专业。哎，你给他抽啊！你给他。王志宝。啊，我没有资格。我没有，哎，不是哪要抽的，啊，哪要抽的？什么？你到哪要抽一支的？真没？我们老东哥那个。你看一下。代理第一辆吗？代理第一辆。Manufacturer， Manufacturer。哇哦。一般你那些四年啊，直接可以抽的。你别笑。然后不来是吗？没有了，这我找不到了，我在我家找到了。原来是这样。好好好 Evan, it's a prank! Yeah, 不啊干你看他我刚看了我刚刚排泄遇到一个很排泄的事情我从那个等公走上有点速的半路走上突然有一个年轻人跟我学什么突然说哎他突然走驾车过来问我哎 brother 你知道那时候家在里吗 N07 然后讲下面 OK 谢谢然后走一算了我也没呢下面Oh shit！ 下面了，下面了，妈的！哇，在上面呢？哦，我没有，你忘记了？我太久没来了。没有，没看那个。排血哦 ！Oh my god， 排血哦！